一三，第四跑道红色是七一五，第五跑道粉红色七一四，第六跑道黑色是七零三。我的右手边这个通道，左手边这个通道是要进场，会场是那边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那第一棒就定位，那个发第一棒的。接棒姿势非常的符合教科书标准。
前荧光黄色709已经领先了半圈，他们依旧非常努力的要持续坚持第一名到最后，继续努力。帅哦，帅哦。